雨勢就停了噶啦。好啦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十場賽事三班千六又嚟噶啦，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同友運稍微慢啲啊。前面快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埋邊咧有呢個愛的呼喚大愛當財運，亦都殺埋嚟噶啦。中間位置咧仲係喜多盈啦，內欄位置咧就呢個首飾孖寶呢四隻馬前少少啊。跟住大約第五位啦，埋邊咧就新聞精英啦，第六就係首席啊。再後面嘅一陣同友運內欄，中間幸運勝啊，響出邊咧仲有多多心得啊，最出勁有福啊。尾四位置內欄咧公平競技，尾三淺藍三佳運寶啊。再後面嗰兩匹馬咧就大家贏，同埋咧就係縮翻住嚟跑路喎，就係嗰只百事神區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去對面直路尾咁滯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就係呢只愛的呼喚啊，守住第二位咧就係呢只財運噶。再後面嘅第三就係首飾孖寶啦，第四位咧就係呢只大熱門嘅喜多盈啊。再後面嘅第五位內欄新聞精英咧，中間黑衫咧就係首席啊。再喺外邊嘅位置仲有多多心得啊，出邊啲馬開始上啲啦喎，佳運寶喺中間啦，一路俾人頂咗喺出邊咧就勁有福啊！再後邊啦，內欄同友運啦，咁啊中間百事神區都走啦，後啲嘅馬先有呢個幸運勝啦，咁啊最初咧就大家贏，包尾咧就公平競技嚟噶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喎，前面透出內欄就係呢只愛的呼喚啊，中間位置喜多盈開始撳住都追緊上嚟噶啦，埋邊有首飾孖寶啦，咁啊出邊上緊嚟咧仲有佳運寶啊，所以就勁有福嗰啲馬兜到嚟最後200米。好啦，佳运宝喺外边追咗上嚟，拍住嚟斗紧，仲有呢只喜多盈啊！咁啊，喺外边位置仲有宫崎竞技稍稍上啲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喜多盈斗紧佳运宝，外边有宫崎竞技上紧嚟，最后100米，喜多盈占先啦，接近咗你喜多盈赢啊！第二名佳运宝啊，第三名宫崎竞技，第四名咧就幸运胜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喜多盈啊，咁啊一路占先啊！八号码就系嗰只佳运宝啊，咁啊佢都一路逼上嚟噶，外边公平竞技啊，转弯仲系爆尾啊，第四名幸运胜。好啦，喜多盈大热胜出啦，2.9倍，真系搭只冷门啊！呢只佳运宝31倍啊，呢度跑第二，然之后跑第三嘅应该系公平竞技啦，第四就呢只幸运胜，跟住走甩咗啦，起步慢咗，只同友运都追翻我第五啊。嗯，结果就。热头冷脚，射价 Q 嚟噶，本来80几倍啊呢条 Q， 两只嘅 Q 咯，你见到两范，睇睇啊，佢一路都匿喺入边嘅，七档起步系公平竞技啦，咁啊喺佢左右附近，完全系一个积极嘅跑法嚟噶，跑第二、跑第三嗰啲，同埋你都睇睇嗰只同友运啊，起步而家留咗落爆尾，因为佢起步零丁丁唔见咗两个马位嘅。咁啊，佢都喺直路度捐翻个马群中间上翻嚟嘅。前面走只爱的呼唤啦，真系选择放啊吓。咁啊，开面啊财运，入边啊首饰孖宝。总之你匿咗呢啲位都唔好得去边噶啦。但系你太外又唔得咯，即系你唔可以全程望空，你系要直路移出去。睇下首饰啊，在哪里啊？哦，都有遮挡喎，在呢个佢跟个位冇问题。多型嗰个位喎。系啊，跟住佢。其实而家跑二三四名嘅马咧，就分别喺后边、最先踩。佳运宝。佳运宝踩先。佳运宝入到直路冇耐，都已经要拍嗰只大热门噶啦，喜多盈噶啦。系啦，佳运宝而家就出咗三碟啦，准备上入。佢有阵间嗰度嗰个空位先紧要，呢度一路捐上嚟嘅，多多心得中间呢个空位。跟住幸运胜都上啦，反而咧，哇，公平竞技又惨啦，要等你哋走晒先。公明竞技嘅，而家先移咗出嚟。系啊，等你哋走先。佢立心啊，立心系留前斗后噶。咁今日就系搏输啫。如果佢搏赢，就冇话佢精湛咯，系嘛？咁但系人哋嗰对马咧，阿喜多盈系上紧嚟噶嘛，都犀利噶嘛。咁啊，又轻磅咧。咁啊，佳运宝都唔曳嘅，逐步见好啊。同友运喺中间真系追好多噶，佢系等你哋散开有呢个窿，佢先慢慢出嚟嘅。